老板好。哎。原来他有灯哦，有开。我先问他看，如果四月要拍的话，我要看一下，因为生意兴隆，最好是都没时间的，我觉得这样也蛮好。真的，这个时间。其实我听到你们如果打我枪，我其实是会很开心。我说真的，这样代表你们生意很好。我问一下，你们四月原本有一个。哦，神秘的地方，拍 live session 的地方，就是这里。我们的 live session 就是在那个场地拍的，帅吧？哟呼！冠名赞助，昭和 Life， 昭和 Life 本丘，结果大家以为这是一个日本的，今天也算功德圆满的。这件事情说不定是有搞头，这说不定有机会。好了，就靠他一二 F。